人与陶晶莹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两人时常透过社群分享家庭生活。晶莹李仁哥忙于工作，陶子姐独自前往美国陪伴女儿。二日她发文透露，自己早上送女儿上学完就会回到住处好好喂自己，食物一定都会有蛋还有咖啡，更必须配上吐司与南瓜。对此她也提到，住处里相当复古的厨房却已经被台湾的米酒油醋占领，意外飘出浓浓家乡味呢。此外陶子姐也表示，这样的日子很特别，送走女儿自己一个人在陌生的地方生活，很像飘在外太空的感觉，更直呼伪单身伪孤单。而下午放学时间一到，又马上恢复小小兵站岗服务的紧绷，一起与女儿享受快乐的时光。